你们这帮亡命之徒，各自的底细本相脉早就摸清楚了。非匪即盗，个个奉命案在身，如今躲进这云顶仙阶，号称什么索命十三星，今日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还不放下武器束手就擒！ 先接。 我假意与他合作，还出了许多的金银。哼，直到半年前，我觉得我不再需要他了，就把他扔进了酒池。谁知道他没有被淹死，没有渴死，没有饿死之事，傻了，哑了。我就运用柔骨之法，改变了他的相貌。 把他做成了第一个云顶哑奴，我明白了。而后的猎杀游戏就变成了猎奴游戏，所有参与者皆被做成了云顶哑奴。主要是云顶哑奴供不应求啊，大把的金银谁不想赚呐？我还在炮制一批云顶女奴。 他们个个都经过美绅师的仔细挑选，你想，貌美女子没有废话，你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。这样的女奴，10000钱一个，太便宜了吧？这倒满足了男人的欲望，一定好卖。哎，可是吕老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儿子又死了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 贵客，您做什么袍服？我先看看。嘿，您这身材真绝了。这样，我先给您量量尺寸，您再选布也不迟。不是我做，是想给家眷做。您家娘子的尺寸，你有吗？尺寸？我。 我不知道，您最应该知道了。您都来给他做衣服了，即便不是夫妻，那也是关系密切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大概到这儿，不对，到这儿，这不能估算。要是您真不知道，就不好办了。怎么不好办？你就按全天下最窈窕女子的身材去做，不就行了？您先用茶。 要是家眷不便，请告知地址，我上门去量。我本来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你上门去量，我的心思岂不白费了？是这样啊，郎君真是有心人。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他比你高一点，瘦一点，年纪比你长一些。 那就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不用量了，能做。谁叫咱们是云顶第一的布店呢？您就来这儿选布料吧，他叫丁大德，手艺好得很，您尽管放心。您若是忙，就留下住址，大德可送上门去。如此，若是衣服不合适，可以当场修改。好主意，多谢二位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 布店老板，云顶最有名的裁缝。哦，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。他家娘子还说，他会经常做噩梦。既有梦魇，那就应该属于第二种，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
精神紧张所致。再撩开点，我看看尸体。哎，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，不外乎心、头和呼吸之症。我观李云的尸体并无这三种病症的特征，也就是说他的死跟病症无关。凶手好手段，连苏无名验尸都没查出死因。哎哎，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。我听出来了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李门不会武功，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，从这里爬下去的话对他来说不是难事。爬下来这么高，除非是遇到鬼吓得。哎，二位让一让，让一让啊。老人家，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？对啊，面色慌张，一看就是遇到鬼了。您阿婆卖烧纸，又开这私家客栈，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。你看，可是这个人。哎，就是他。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？天刚黑，我呀不排夜市，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。戌时？对，也就是戌初时分。好嘞，多谢您啊，祝您生意红火。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，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，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啊。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。这个李门言辞闪烁，确有很多可疑之处，回去再审。你这么有钱啊，你还吃我的挂我的，你这个没良心的。除了这块银品，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，你花了就不后怕？幸好没花过他的。牡丹，我问你，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？他贪酒，每天都喝到半夜，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，对吧？哎，是是是，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闭嘴。早上离开房间时大约几时？他离开时应该天刚蒙蒙亮。在此之前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？绝对没有，他若是中途离开，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？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。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。将黑头下云顶狱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如实说。牡丹，我说过要娶你，是真心话。